Hello， 今天要怎么改变一下？就是我头发比较软嘛，然后发质比较沙，然后我希望说给我弄一点，就是慵懒的自然一点的弧度，大卷。确实，较齿啊，有一点点，还带点沙发感觉。那你今天对长度要求呢？随意安排吧，剪短一点也可以的。剪短一点也可以，但长度感觉对它再短一点点，到胸口的位置长一点，可以吧 ？OK， 那我们开始了。烫发结束，上彩艺。